现在讲人举手的主播，集合啦！主播 ，Hello 最初正在直播，看有排位。你每个直播都要参与吗？集合，集合，老铁。对啊，那就对了噻，兄弟嘛。哎，我加你的联系方式没有你的，没吧？没有，我加有。就上次等你们下播再加你们，加还要加主播。这两位大哥，我叫他们两个大哥吧。你这里是关上门。王庆马上播，他在我旁边。我是啊，你打什么？看一下王者峡谷主播，等一下上个线了，来房间喊666喽。Hello， 你这天天讲相声。咋这么大呀，这个摄像头。老弟。Hello。又找钱了，兄弟。线上上流，老弟，扣字扣起来。让我看到你们的热情。这么多进了主播间，我就看到这么几个人。昨天搞的应该是。不多说了，是我太难受了，我也拉不上流。这些大哥什么流？我们主播好辛苦的，666。谢谢送的小心心。那我读个名字，就拿个小红歌或者小名字出来。来位小飞，谢谢阿玉还有小番茄送的礼物。卡了吧？哎呀，谢你们先刷吧。谢谢小八送的小心心。我这个看哪位小哥哥今天是挺难受死了。谢谢一首凉凉送的水晶球。我打游戏了。嗯。哇，谢谢那边送的跑车。跑车又是好几百块的。换啥衣服啊？衣服都洗掉了，最近。啥意思啊？天天送我进去。哎呦，有。他那些衣服我冷，我不想穿。我第一次用的就是这个。这骑马还挺好。骑马来了。对方男，对方女啊？你呢？为啥我没有？赶紧扣字给他。玩啊，今天玩啊。够了吧，彪哥。啊？钱多了吧，今天给。你要不快，你去买个开船的，我玩大小，你玩船，直接就。别，没钱。我告诉你，好几天。抠货呀你！70几块呢。真抠啊！赶紧的，你们谁送青哥一个皮肤，我要跟他玩啊！别，送一个给青哥，这人太抠了。虽然都抠的跟我有点像了，这青哥。欢迎，是啊，老铁，聊天。要不打比呗？
就打单个啊，不是说打一把匹配，我玩一下大小，看一下啊，两把，打一把匹配，打一把，打一把先，快搞一把就去找大单个，拉我，你拉我。那庆哥自己买呀，这庆哥真抠啊，这庆哥。买不起，快点，彪哥拉我，你拉我，你拉我，拉我。开灯。对，我帮你送个领导。耶，打排位排不进了，打排位又排半个小时。感觉今天王者不一样，为什么你这么说？来个那种能回神的。我给你回个蛋蛋车。你又没皮肤，你骑那个哈士奇啊？谢谢小八送的爱牛，谢谢。谢谢你们好，谢谢你们好，枪哥你来了，枪哥送个皮肤。谁给你送的？送的超神，男的，男的。不打野了，金哥。真帅是吧，好，和你你跟我走一起，我先帮中路清个线，我再请你上路吃个线。谢谢我说唱的爆金送的荧光棒，谢谢，谢谢你啊。哎，这后羿两球，别接别接，金哥，真以为直接回手掏了呗？回手掏，我被勾到了，难受。这个死钟馗勾啊！听见吗？金哥，我来了，顶住顶住，别捞了。哎呦，二级了！那个小六给庆哥扣起来，哈哈，别招人上六啊！哎，小六，哎，我发现这个二技能，小宝宝，这个二技能真好看啊！小六真是漂亮，今天咋漂亮啊？换衣服穿了没有？哎，啊，今天也是元气满满的一点，要不进来也就是，谁给你加桥现在，搞不搞？搞，跑了不？为啥跑不过？这啥东西啊？啊，加桥啊！干哪？加桥，兄弟，上上上上上。
好了。哪里像中国烟了？要发现喝了酒啊！有大不？三秒，三秒，待会直接就是一桌。算了算了，吃了去。走。我有啊，有大嘞。我给先捞一套的嘛，捞一套。他叫那个，他就是我在场的，我妈也发的。中午干点，干。等等我，等等我，快，再给你加快一点。搞这些有的没的，走，你让红姐姐。这是南瓜头一样的。啥呀？这个皮肤，可以不啊，妈的，不玩了。像大锤子吗？不像啊，感觉是它一个下面一个盘子，然后挂了只猫。我拿不够用。可以了，不玩了，我玩了，不搞了呗，我吃了，等我，哎，放他，还回去，他又想勾，捞起来，啊。哎，这都能跑吗？都被你电到了吗？没用的，啊，不是，你回去干啥？没来啊，你就跑上去了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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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小宝，我来了，大刀开过来了。我感觉你要撞。那时候别吧，我马上有了，扛过去，扛过去，敢不敢飞？敢啊，明天过去。不过哦，难受难受，绝不绝不，这个刁蛋过来，难受的要死，还要笑。喂，青哥，青哥，我哦，哥，我也被勾了。要不要捞着他？捞不死了。难受啊！哎呀！那青哥偷点，他不管我了，他直接就冲到前面去了。太贵了，七十几分。要不要？嗯。来。七十哎，要不咱加个钱，从那边走过来，我从这边走过来。来，一二三，来，我从这边走，你从那边走啊。来，重起来。来来来，一二三，走。来，中路直接开车，捞起。一个大哥坐死了，下路验走。对。你去搞个那个狗的，到时候我放个二郎你围着我捞你。没看过抖音吗你？抖音那个是贼贼。过来过来，直接就过去。待会儿待会儿待会儿，来来来，这边这边，走走走。哎，难受难受，走位走位走位，被卡到了。现在要勾我的了。走干了。我躲后面，我七秒到，搞不搞？搞，先传过去，传不动啊！哇塞，炸掉了，过来！
去死啦！好、哦、难受，金哥，金哥，这次把你怂了，我操！我也怂了，别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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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别搞了，对啊，骑个小狼狗就驾驾驾。哎，怎么样吧？大乔开心了，是不是？别，亲哥的，亲哥的。这个人叫个什么？哇，没了没了没了，再见。等一下我，等一下我，捞捞捞捞上去捞，我也带了。我操！别给你个球！我操！他还不回家！这边翻墙一个没追到，这边这边来来来，再见！要不干？走！别触礁了，难受。抢个轮头进来，继续干，要不下路，就这个了。要不你这有点差呀、啊，那边都熟悉，你看二技能。你别怂啊！没怂啊！那你让我怎么弄？走走走位！我操！十几秒了，你先回去。上路边吧。我的，你先去干上路。星哥，回手打我快！快快快，过来过来过来！我飞不了、哦。哈哈，你该装飞不了啊！你再飞过来撞他、啊！快快快，过来过来过来！先捞捞小车吧，我们俩要不要？他还在拖我们的手。有大不？新人。我马上有人了，我等下去拿个蓝了，不然出去看看。搞不搞，东哥？搞，直接就给你东哥过去。怎么觉得什么玩意儿翻起来了？二技能，知道吧？快过来，搞起来。这个顶不住，真顶不住啊！你看他输出伤害，他装备好啊，一刀就把你砍死了。真顶不住啊！来个魔女。我亲哥一刀就被砍死了。打铁也不。那肯定啊，这大家直接就练起来，带着青哥就上去就是干。走走走，青哥，不是你大了，我大就被你捞掉了。走走走走走，哦呦呦呦呦呦，干！大了。快有大不？有大吧？又来一个，后面。六六六是老虎他妈的，我操！别砍一块，砍一块，砍一块，砍一块。来了，赵哥，死了。二技能没有，打不掉。为啥要砍我呀，兄弟？咋不砍青哥？他进来把我捞了，青哥说他买不起。
没有，我的媳妇是新郎小姐姐送的。要不直接一个大把你甩回来。姐，我一会儿。Go go go！ 再加个小号，冲快点！哇！啥也不够。你先过吧。来，下了，下了，还有两个打，干了。你去，我待会儿有打。我看开龙了。厉害了，老铁！哇，你救我是几个是吧？你没死过吧？哎，拉过了。有打吗？有。有拉吗？这边没有，后面有。哦，他们有。你这冲的也太猛了，大冲！我操，这个一个冰激捞死了吧？这谁顶的住啊？我还顶得住。哎呀，真高！来要不我了，直接开他干了。上，开了。快，你撞这个东西飞过来，快！哎，现在勾到你了。你的扔二了，可以。你又把我丢下了。别怂啊，兄弟，他又想来扛我这个。我把绳子收下了。哎，你就在上面吧，我就看。哇，伤害有点高。有大吗？有的。哦，撞找人去了。扔。我。谢谢亮老师的留言吧，我少了深色皮肤，你看我这多可怜。Go go go， 走。捞不捞？好。来，就是这个。同意。我来了。光抢了，我俩捞那个。正好正好，把这中腿给动了。啊！救我，这个！来了，彪哥，我来救你了。彪哥，我来救你了。顶不住了。哎，我正呀，彪哥，我撞了一身。你这也叫救我？你被勾过去了，这个小兔崽子。没办法，我绝对没办法。我被勾过去了，难受。谁送我生出来的皮肤，我就跟他好一辈子。亲哥，只要你送我生出来的皮肤，我们俩就好一辈子。我都没有。我叫亲哥，我叫你们。别，我叫亲哥。传过去，亲哥。传过去，亲哥。搞不搞那会议？哎，对对。哎，青哥，来了，他用大棒槌弄我了。啊！打哇！我幸好你回来了，不然家没了，我操！
搞得好像顶住了，还要回去了，要不然讲的还要回去我叫庆哥，王建华牛逼，起码你冷了。咋说啊，庆哥？不来输了。咋说？去带边路线。不是，我说，是我那个孙子皮肤就好一辈子。干过了。咋说？爷爷没钱。嗯，这连球了。说你车轮带了被发现了，会被打死了。打我这床头，我这到哪里打你？传过来啊，老铁，你这还不传，你要连球了。来了来了，再打一个，再打一个。等我，来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嗯。阿龙都被偷了。我感觉会被勾。什么线？看我几条吧。看你位置。我从后门搭上去了。来，你在这边开过去，对。打扫。走一下。这你咋没勾过去啊？老铁，老铁。哇，这后羿真恶心。这弓不打就下路了。我被勾过去了。不行啊，表哥。红色的，红色的放一边的，没用了。连球了，嗯，要不这被打扰了。还有什么？我买了个大门柱。谢峰啊！大！老铁，你倒是大呀！这把有点小意外。难受。你倒是大呀，老铁，你那个大。你看郭沫出发了。他这个破小干哈？他那一技能，他一技能能打那个四十穿透不是？行不行的？上车！彪哥，别这个了，大乱斗有点累。来大乱斗行吗？这大乔玩了一把，感觉还凑合。我没有那个皮肤就输了，有那个皮肤保证赢了。颜色就是2888，人快上号。谢谢三月兔送的按钮，谢谢，感谢老铁。玩家巨蟹加号也是我开菜的，好冷啊！庆哥送我孙子的皮肤，直接好一辈子。帮我整一下嘞。啊？不用啊，直接弄好了。直接好一辈子。我也是，给你开封。自己喷。姐姐，那个毛，大姨妈回来。在。
难受。真的心里我感觉巨好。真的假的？王建华不会玩大乔，想多玩他要。行，那我就来看一把。这是王建华吗？就我这个啥后卫啊？三号没。三号没，起码。你看，两个。啊。两个一样的，是吗？两个一样的干嘛？我第一个打出现了。这不是真的黄黄号吗？快上号！别说太多，直接大浪都带你躺。真是。十九个剧，你是有多少的流量？我的天！清盘效率真慢。我大乔贼溜，好吧。你等多久要？老铁，谢谢你说的。开了。他不来了，咋说啊？刚才那事情考虑了。啥事情？啊？送皮肤啊？送啥皮肤？开船的那个。给我送啊！骑着狼狗就。前阿姨送的礼物。啊。荧光棒。给我送的皮肤啊。啥时候那个？没人给你送。你也没有没有？我没钱。送不送？你要不给我送，你欠我两个皮肤。我那东方蔡文姬的你都不给我送，你欠我两个，别扯、啊、啥时候给我送你？你欠我两个。我那东方蔡文姬的你都没给我、哎、现在又出来个大乔孙策的，啥时候安排两个？你还欠我两个，你也没进了进了，谢谢送的小心心。哎，难受。噔噔噔噔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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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来个能配合的，这个不能配合，来个得劲一点的，就这个，我操，顶得住不这个？啊，你用那个贴个，搞起，我吸着你出血叔叔，好，我吸着你出黑线，我吸着你直接就一榔头过去，啊，我加了你拒绝的，你不能那个了，你那个好友拒绝加好友。谢谢送的泡泡，怪我喽。我操，666，谢谢老铁送的泡泡。不抽奖。这边手有点长啊，今天。谢谢要这个礼物啊。谢谢。他没大了，漏他。哦，那辅助了，我自己的歌，看看这个屏幕好不好？嗯。对吧？等会儿，等到我就直接就想到你。好。一级搞不搞啊？啊？搞。搞。一级都搞，你不懂四级。啊？你不懂四级。啥意思啊？那就直接搞。老铁，啥意思啊？别抢人头啊你！你不是说你那个？搞不搞？来，我盲吸，跟我。哎，按照治疗了，咋？这不是闪现吗？啥意思啊？这闪现，搞不搞的？搞。
我还想上线的，约他吧，要抱抱要抱一下，你别掉状态，你别掉状态，看我位置，来准备上，飞起来，哎，烧死一个，别扔掉了。要不你吃了？没事。我还哎哎，那个东西听我的。上，听我。哦，难受，他没长啥了，堆起来。别耍他，你没钱。我要不我做法、啊，听哥。难受啊，这个。我了，要不，死了。我现在我也不敢下来。我按照治疗了，我本来要闪现的，谁知道他那个闪现距离这么远。这谁呀？有大波形啊！我是二十秒的。我操！谁呀？二十秒的，我也闪现了。先吸一波吧，别闪。怎样？哎，他黄的要皮。来，有大不？后面你不是闪现吗？那就在这里、啊。有大不？我在这儿。一样。我有大，我有大。要不等我个闪现吧？你闪现多少？七秒。七秒。三秒。来，准备看。OK。快！给我怼开大开大呀，老铁，怼起来，难受，难受死了，没线呀，要不你送送送他，别，我要送，我还蛮想的，那你就送了吧，哎呦，这三个老铁都送了，妈，见过自残的，没见过你们这么自残的。待会再来个大的，我再冲。问题不大，老铁。你几秒闪？十八秒。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。我七秒到，你拉下。你拉下，别掉状态。好像要凉了。这个顶不住了，是吧？顶不住我。要不我去送掉？别。你先别给，你别掉状态，等我复活，我跟你说，等我复活直接开干。那队友这样就算了，来这给他们到这二打五。哎呀，我感觉都是杀人啊！快快快快，五杀，金哥被抢了，被抢了一个。谢布。被抢了一个。哎，你还有状态是吧？你啥时候有大招有闪现？我现在二十秒有吧？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。我真的好，人家还是送他整个大招。来，这四个有大不？我十秒了，十秒了是吧？来，就在后面那波线直接一波。哎，十秒，现在才十秒。还有多少秒？七秒。有闪吗？有闪，准备上。四秒。来。难受。咋死了？要不他们又要补，要不再来一波？待会你有大不？有大不？快吸到三个！好大的了！不，李白你又来了，李白。李白天天来我这里。他打咳嗽了。六六。哥哥，这礼拜天天来我这里。他
懂啥意思不？就想上车了呗，老铁。新完了，快。就是你以为是不简单的啊，带清完不上车啊，不上车我就随便拿，待会他又喷你了，他在堵这东啊，啊那退一个，退了重新啊，这退了，我加油，不要拉他，我想拉他进来，你再加他。我先继续加好友。你过来，再拉我。哦，提货地点是你六六六六六六。拉你了。哦，我上他都没进。新忙又不进了。啥意思啊？啥角色啊？啥玩意儿啊？我。扣子。扣子。Go go go。欢迎欢迎，直接开。上车。欢迎老铁们。哎，这个可以，大哥，别这个不好玩啊！别搞鸟，我开不好玩啊！这可以，这可以，可以的，我就玩开。这青蛙壮士真多呀！阿哥都搞起来了。急啥呀我？我不打这个去，我打微信。曹某玩的啥？撸了。有点凉啊，感觉。厉害的啊！进去了，哦，被中了一刀，疼死了！你咋残啊？被中了一刀。有地方的家人啊，你被打死了。他们手好疼啊，我感觉。他又在草里面蹲我。我靠！我的天！来的庆哥顶住是吧？别欺负你啊，彪哥，直接冲上去干，我闪现上去。别别别，别别别，你先放下鞭炮。我这里面再给我发鞭炮，他不过了，彪哥，我射不过他。哇，他们手好长啊！好久没去了。手好长啊！两波。他们全是射手。别惹我，我跟你说。惹急了，上去就是砍。哥，我看他上去，你要不闪现让你砍？好，我是吉他，来。好，一个。哇，他爆发有点高，要不然我一下能吸上来。别你
没了。上面站着的。有个水手站着。还没打完。谢谢阿姨。多拿一点。好的。哎，我看到喽。我标个这个水，这个大哥。我后来很少签进了，我怎么回事啊？我的手机谁很少签进了？我靠！我靠！能走不？嗯。兄弟，我在打完了。哼。我再碰他一个。来，彪哥，我到了。难受啊！好像是少了。对，你啊。抢人头吧你。三个少。啦啦啦啦啦啦！这这。啥？你去送他。哪天你又被他包死？哎呀呀呀呀！兄弟，顶不住了你。这谁顶了是吧？哎呦，呀呀呀！哎呦！哇，大场没叫了，大场没大场。草莓啊，给我拿一个。摇风盘牛逼。他被控死了，啥情况？我操，666啊，这小猴子，他妈的还挺美。草莓好了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再中一波，现在。王建华现在是死了，这是谁？谢建远。我们输了。我在这里被他的就哎，我咋死了？等我。干什么？你点我一下我就死了。我操，这鲁班啥玩意儿？我的彪，这鲁班出吸血真猛！我操，看钢镖。666666我操，有垃圾桶不？他不杀了？不杀了吗？哎呀，吸血银出不来啊！很配合，他们说很配合。还是垃圾哦，金哥，等我一波爆发，我跟你说。然后这个班就死掉。我靠，碰我两下我就没了。原来他都很配合，知道吗？然后开刀了，你看你射到别上去看，不敢了吧？我是拿手枪，他妈！准备啊，完了！啊，凉了！你把线清了，我操！我他妈叫惨了，困到了，我叫惨了。这鲁班山有点高、哦，凉了凉了。完了，青芒上车就翻了。这青芒有点菜呀、啊。还在看我直播，我靠！不开心。干啥、啊？没草莓了，就没草莓了，什么意思啊？没啊，我吃了两个，我吃了三个，这完全吃了个。
他游戏就不打。六十出了阿哥，你在逗我了是吗？他说我皮肤，哎，亲妈六十足足牛逼。来个皮肤了，亲妈。他，你咋上车就防了？他来个皮肤，亲妈。我要继续加好友，加不了，加不了。我传媒皮肤，亲妈。好了，加不了，加不了。看来这辈子我跟皮肤无缘了。上车就防了。谢谢你说他在看我打，起码你就应该那个啥，你玩个那个项羽，你就非得不玩肉，想玩个那种有输出的，结果换了个阿珂。咋还玩大乱斗啊？我这一击打在千金血啊！青哥，让我飘一把露娜给你看一下。你在露娜，你飘个鸟蛋，你。青蛮，你就玩达摩配合一波，我嘲讽你直接踢五个。虞姬现在在打火，能不能跟我说一下？看回应。三十六爆，直接爆死。确定？三十六爆。爆了，我到了终点。直接出无尽啊！剑到无尽。对啊，都不用破晓，直接 A。谢谢，我直接带十六七。啊。黄豹，我要不带斩杀，金哥，感谢哦，没啥用。你要带进化，你带治疗。啊，我带斩杀。给加好多血的。斩杀抢人头，我裸黑切了。这话说的把我吓死了。不是你连波能裸黑切，我白起了。金龙哥哥，那机有吗？没有。苹果的？没有。你再冲是吧？对啊。那你冲给我冲。我一点点。你冲好给我冲，我冲。还早。没事，冲好给我冲。为啥你俩的那个东西有你是往上的，我的是往下的。冲一下。你熟练度不够。我的七龙丹田。我们这是那个啥呀？啊？要出那个水晶吗？出啊。我也要出吗？你不出吧，要不就直接。直接工资。工资鞋直接。直接工资鞋。嗯。工资鞋电脑。好少人。那我出漏了，金哥，我怎么？嗯。勾过来就这样了。哎，咋没勾到这个小兔来着？小兔。青芒，猥琐点，别这么。你让我闪现二技能，然后你抛一下。行啊。闪现。这是老铁。三二一，干了。就我这点人的效率。哪个说我能跟我兄弟啊？给他勾过来，快电风扇刮起来，行吧？哎，谢谢中的摩羯，谢谢。随便红火啊！起码啊。啥鸡巴皮肤啊？没有啊，我你看我这打的，我打的这个。我推一下，你闪现草，我就闪现二技能。这就这边，快！打！快跑！快吧！有我。嘿嘿。哎，咋没？这都没中呢。我又不是还能轰到，我先看人家走一个。他抽啥的话，你赶紧给我说，我才一百九十八呢，差两分就。哎呦！要不起码超我六秒，我先蹲一下。这个张连在危险的边缘疯狂试探，听着。哎，看到了。救起来，金哥！哎呦，可以。来呀！
啊，给我。谁给你啊？接他。哎，给我，我没拿了，给我。哎，演我呗，我操！不是那个东西不回蓝的吗？哎呦，今个凉了哟！快吧，快吧，快吧！要不要找我吗？搞不搞？搞！来！哦，快搞！两个，十号。顶得住不？哪能呢？能呢？这谁顶得住啊？能呢，老铁。这谁顶得住啊？剑道宗师吧，无尽有用吗？无尽啊！剑道无尽。无尽不需要吗？有用啊！把你点出。宗师好捞的，宗师。没无尽，这个捞。王教官，再没点火力啊！我这炒了几个，兄弟。别吧，我不来了。完了他，我先换了再说。搞不搞？快搞他！飘飞，你这二技能，你傻？勾勾他就行了，效果够了就可以，懂吗？那么不要再细节。哎，二技能哦，凉了你，这还不凉？哎，这个墨子咋不红点？不用打他，哎，要不要投我吗？去了。那等我一下，等我点击上。妈的，要被他干死了。没事。他给你再给我来两个级别。等我复活。我建华弟弟送我两个，然后他自己投两个，他自己又回来了。我操，这个轮头没抢到。都被超哥抢走了。啥？超哥？再说个啥？破甲有用吗？没用啊。我再说个啥？给你打一点。怂了你！我有必要出银血吗？啊有啊。啊？有啊，都不用回家了，出银血。他们又没漏，破甲工都不用出。爷爷 boss。搞不搞？哦，等一下，好炸了！哦，大炮了！五啊，你们要炸了！要炸！待会二打五啊，准备。三打五。啊，庆哥留点装备。来几天麦，庆哥在那。你们先上。来，我这里投了两个。我先到后面了。那我先退了。我换了。哦 ，A 死他 ，A 死他，走位，扣气节，庆哥，扣气节。我操，你在虚的。我爸的分裂血待会再搞，我有闪躲了。哎，你吃血包，哎呦，冷静，躲个炮。来，彪哥。哎，这个啥意思啊？是吧？两球，彪哥大招。那招哦，没鞋子。来了，我来了的。要不等我一下。我这雨衣带满了。要不咋说？哎呀，把点歌听下吧。庆哥，你送我那个孙子的皮肤，我们俩直接好一辈子。没钱，知道吗？直接好一辈子。再躺。
哎，搞不搞？一辈子不是一辈子，真真邪恶。大家开会，开吧。搞不搞这个？好，你就这个，你玩那大胖子出法了。要好，我拿个，行行行，我拿。好，大概是。我们没跑五排啊，有两个是去绿区的小学生了。6666666，那你很棒哦。你开门，今天来的有三个微信区的小学生。两你。你三个微信区的小学生，你都两小时，看见了？两小时我都王者了。两小时你配跟我说话吗？你快，你来，你来微信区，搞个号，我这两小时了。欢迎凤子彪，谢谢彤彤送的跑的，谢谢。信哥，待会你直接开弹，我传你，两个人直接扛住，可以。三女子伤害，三女子伤害。啊！欢迎凤子彪。欢迎凤子彪，欢迎你。欢迎康俊，康俊俊。欢迎霸主啊，欢迎霸主。欢迎王最初，欢迎凤子彪，欢迎你。欢迎霸主，欢迎霸主。你们龙最高是双胞胎吗？还是啥？亲哥，我见面就是二团，不说多太多。那我直接二团开了。假的。上届就是二的，应该主任出帽子是吧？嗯，好。快，准备上，就这边了。哎，人呢？一个都没。搞笑的吧？嘿，一个都没，虚逼吧他们？哎呀妈呀，全漏了，真虚啊！现在准备上。中了。哎。走了。顶住啊！中住了！啊呢？好像对面火力有点猛，看外的。炸死一个！你身体够吗，彪哥？奶起来啊你！我没奶，有奶我就奶了。没有，我已经消耗。你放我照样带飞。来起来，来起来！没拿我就拿了，哥哥。哎，我卡了，哥哥。好了，好了。你这有点凶啊，龙彪。没事。有没有空一下位了？待会，我来了。哎，快跑！动住了！青哥，来个大，来个大，你快开，你这好像回去了，不要给他大，开呀快，开了，青哥，我等下传你，不能啊，传的，搞笑吗你？不是，我们要那样子，彪哥。我来了。我先吃伤害，你再给我打，我开大。等我，你们等我，有二三没？有。等我，准备。等一下，搞个盾，三秒，再来一下。哎。准备了是吧？对，你先打。上了。啊！啥情况？我把闪现升级化了。真坑啊你！感觉金哥没什么用啊！我操，我这一轮能啥干嘛？没啥用。
前方有到吗？没到。几秒？有治疗。几秒？十秒。十秒，要不你直接开个拉进去待会。OK。你先留着进。有到吗？待会。我死完了。搞毛，那就先憋着下播。我有到了。不是，我这玩中间没看有水电啊。等会儿，走，没事，没来了，没来了。哎，冲啊，有盾，冲！我动作嘞。快快快过来！我在看他，我在看他，鑫哥。我 A 死他。不是你，有大的时候叫一下。我刚刚没大。这出血珠有用吗？血魔的吗？哥们，出血珠的玩意儿。血魔的不？没事儿，小子，直接就是上，别怕，上。你上，你要不上就吃他。OK。我来就吃。我这还在吃。来，上。我大招了，别怕。哎，他摸你。走走走。走走走。有动不？我有二闪。有。哎，被那个搞到了，幸亏。快快快！我在扛塔，你有大不？没有，出去了。待会儿，哎，准备干！他又是我在扛了，七秒是吧？待会儿你直接开个大升级，我直接扛。冻住了！哎呀，你来一波啊！你倒是，你先别放了，你先别放了。说了一把的配合，你倒是来一波。别推！没推。这沙拉那么就亏了吗？我操！没有，我还没玩。别！我操你妈的！来一波配合，兄弟。没有用啊！比我都没有用啊！来了！我等你丢。应该能把先清了。我给你留个盾，你直接开个大进去，我传你快。人家别急，我就会赢。来，够！上！搞起来，打不到。我要死了。我要踩成鬼了。看到没有？我这一死，你们就看了呀。我还要上去捞。我还要上去送。买下了。我这不能死了，我发现。这老铁又在推塔了，这老铁。推塔呀，这老铁。我开回去了。谢谢老铁送的食物。别玩这个了吧，还没匹配好玩。来打匹配。打排位啊？排不进。排得进。我们仨打排啊。哎，进来。哎，刚刚开高。排不进就挂着呀，多好啊。哎呀，能不能打？待会。干啥？咋屌吧你？明天都加我出干了。啊？啊？你是加我出啊？谢谢老铁送的礼物。感觉排不进。陈经理。老板 ，QQQ， 听到了。又搞那个搞、
昨天搞了一下搞不明白而已。真坑。那把能赢的，能赢的，我第一把能赢的。那把我玩那个哪里玩了吧？不是第一把也能赢，第一把赢不了，赢不了，我被野打死了。我都我感觉是啥？我感觉那个游戏不能打野，危险，打不。我一进去打野打了两只小野就差点被干死了。能打的打不了，太高了。我才100，你们这些抠字头，比我动还动我输，还不定呢。高级。你们可以，没有玩过，我太没玩过。我玩过，但是现在好久没搞过了。我跟你说，我今天2万身高1.77，我跟你讲，把我自己都给吓到了。虽然都穿着鞋，我今天量了一下身高1.77啊，去那个洗衣店量的。身高啊，1.77100。哎呀，鞋比较高哎。来。这些最多2厘米，他把王阿姐打断了，我服了。最多2厘米，这个礼物，这是你妹妹啊。王哥已经顶了，你们俩谁大？终于碰到一个会玩的。大个鬼哟！有苹果吗？没有，等一下，坏了，嗯，放多久啊？不知道，好久。就我上次，等一下给你看，我先。哎呀，你把我拿过来，别急，快点。都是坏的吗？我那个是法是吧？啊？知道呀，应该好，放的挺久了，你这个。我靠，颜色都变了。对啊，都吃不了了。这个颜色的苹果能吃吗？能吃吗？我妈不一样了，苹果怎么分辨好坏啊？敲啊，跟西瓜一样，给它敲两下。哦，软喽，它不脆了，应该吃不了。你玩啥了？别来动。别两个人一起，你要不就下。我在哪？你是哪个？我这就中了这个。别，我在中。我在中。你能打野不？不能打。两个人我知道啊，我刚刚还在和他聊。亲哥，考验补兵的诱惑。
这个人这么屌吗？青哥，他出了个鞋，他就直接搞死我了。别扯了，行吗？
我死三个了，你啊？干嘛来曹操？今天正好，然后俺那个兵士有点死了，死了。要得维持发育别了。干了，干了，干了。妈的，把大家禁掉了。干了，干了。干了，干了。干了，干了。干了，排得很快了，那就我就问你信不信吧，跟那个人打团了，你运气一波了，一波了，莫名其妙大声你碰不到他呀？对，我一去把他开一点点网上，我直接空了，他给他直接空了，没事。我们又玩。哎，你们走了干嘛？不行，你要么要看我的小丑吗？那一百万嘛，这一百对。但后期他就到了我自己那边，那就勉强的答应吧。那你可以杀他呀。然后我他妈你装备直接闪现一个大大爷大脸，欢迎你。那也不是很好打呀，所以他当时怎么算？但是得发育到后面，可能如果你很懵的话，你后面都发育不起来。我来一局，我靠！直接毫无犹豫体验，你看，是吧？碰一下就连出了。这刚没多说，这有点发下门。我操！这么王八蛋把门开到了。哦。还不进啊，星哥？没办法。你还在中吗？对啊。花了好多。他出个三件套，这一些公司后勤的重点业务，这个可以放到其他地方去，也好。其他地方肯定一下就，其他地方肯定。来这边那个邮件会网站，谢谢花花送的礼物。这边那个邮件会网。哇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还有大博士，怎么都是亲自的呀？我们不是一条心，跑得太快了，对，他都扛不住，别扛不住，谁呀？好，雪峰，这风景太好了。我问一下呗，他啥？他啥不能？他打打不打？你他打完了，对啊，他怎么说的？最好在这里。等我找两个人来五排。还有进去吧？五排人品，我昨天五排是进了，五排多。我五排，因为五排人家只要有一个王者就可以跟我排了。不好看、啊。是这样的吗？对。就我们五个王者，但人家有一个我们都能排到。也可以。你卸掉。右键怎么样？早教啊，阿葛啊。你扣这给他。右键好搞什么的，不好搞。顺便带这个。攻击挡不挡？好挡啊。这不行，这挡不挡？掉不挡？拿到王的地方宝，直接砍了剪刀，那地方宝。对，这是你。他们两个 QQ 去了。那就是他们压他们，别走。你确定吗？他们同意。我们等着彩虹嘛。最近也有事儿。开大了。开大了。那注意剪头发。没搞明白。其他老哥。咋地啊？我们不认人。行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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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行
中亚了呀，我也不中亚的不多，我 CD 有点长。他能瞄你吗？啥东西啊？不知道。不是啊，我也没瞄。上下还要先去啊。被他瞄两次。他妈怎么躺下去？我原谅我。原谅你。太高了。工程是有用的。这是王者，不是吗？开大是啥？不知道，就变来个盾。我大好垃圾，你看，我开大。好啊，我们这两个，谢谢八八八送的爱牛，谢谢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不用谢谢彪哥，老铁们，哎，难受，我也难受，老铁。那小豆豆在搞的房子，你们猜一下我今天有没有刮胡子？我靠，胡子嘴不能会玩吗？你们逗我？去耍？什么都打不过。别吧，明天是干嘛？正常，玩个操！能追不？不是，是三个吗？是有三个。我两个不然应该回家了。谢谢大家送的礼物。中了一波，出来了。切，这对不起两位。我靠，走到他两边去了，搞他去吗？可以，出个六。我操，我也走，对不起一下。我一滴血，啊，我的生命走到了高楼。哇，谢谢小，谢谢我粉丝的礼物啊，谢谢你，大王仔，救命第五啊！啊，春运好滑呀！你要怎么在家？什么好滑？春运啊！哥哥，你要凉水了吧？难受。干胡老啊！来听你的，来看。我感觉我就两个技能，但是 CD 又好慢。来，交卡了，过来，好了。我固定好了。
是啊，是啊，王志和啥在游戏中啊？我去了，我来了，别怂了。我去帮你分解一下。我感觉可以搞。对，我来了。这王志和几个意思啊？我是我们俱乐部唱歌最好听的，我也好听这里。反正就是，哎，咋了？搞不搞？哦，我感觉我们俩谢谢把那个老铁送的礼物，哇，谢谢，这位张明是吧？啊，有200多人。我们这个小狗熊挺厉害的，发现吗？我们这个小狗熊挺厉害的，嗯、这个雪豹，它伤害好高。
刷新年快乐。怎么回事吧？亲哥，领到十一了，领到十一了。咋又领到十一了？感觉没伤害。这英雄真老啊，还是玩后羿。我的刘备吗？哎，好汉不提当年勇。最后一点买东西了。怎么了？我们家小狼狗起飞了。你跟着我，我帮你扛着。你那个四千六的装备出了没？啊！我靠，你咋这么有钱？没有啊，你就比我多了一个小的，快点，多了个五千。我比你多了一个大，多了一个大件，整大件。这是上马浪子了，把充电充了。不管了，就让他卡了，等我打完再卡。等会儿就五排了，快手快打完了。大概那里就好。你这是那个啥大楼和项羽吗？哎，我最喜欢玩的就是这种死了。有没有一个大眼睛的神啊？没有一个。什么什么了？哈喽喂，要不我们去下路吧。哥你挺舒服啊，都是给我一下下楼是啊。那个啊，这四三九九，就一代，我觉得只有四三九九才带得动。那么甜，那么美，那么纤细。我靠，你这他们跟我小学一样。真的不敢打，结束了，真的打。我要咋了？那个跟我小学一样，他没用。小事，兄弟。对呀、啊，这么牛，国服莫子。我们那么甜，那么美，那么清新，那么多，那么热烈的。好痛！我也不要吃。血梦。给。搞子。他自己掉的。自己掉的。再拉我。老哥来通知。我要拉五排。三排吗？三排。我但是我不想做房主哎。对啊。哎呦，感谢老铁加入铁粉。那谢谢你啊，加入我家老铁铁粉。谢谢你。今天晚上送的。进来啊。哎，你咋是二门之光？打五呗。他在组队中。还有两个。什么歌呀？我都不知道。来下路哥哥。下路吧，带我飞过去。撞了，我也搞一些。好，直接上路吧。
撞出来，好吧？像我这样的人，OK， 你又是。有没有音响啊？我想听歌。哇，这配合真可以，真的，直接被盘了。盘他。啊，老铁，感觉西北老铁。他拉到了。我灵感失常了，现在。你对他们干了。他一个夹着我，我靠，直接就把我秒了。我他妈的都没有你这么抠着，表妹，直接拿去上流。他那个木乃伊直接夹住我，我就那样。别上了。剑姬，然后那个是赵云。谢谢老铁送的泡泡，谢谢。这剑姬佐罗吧，是叫，伤害挺高的哈。根本不像我这个感觉没伤害，感觉是英雄的问题。加油加油！这个剑姬好厉害啊！加油，老铁！没事，重新刚开始。对啊，这剑姬。谢谢小炮谷送的跑车，我操，点个歌就被我送个跑车，这太客气了吧？那个豹子也挺好的，太客气了啊！那个豹子也挺好的。想当年我也会背啊。要不我们来复习一下一骚。我跟你说，别让我起来，打掉了，我起来全得死。一会儿你开标清啊，最低那个话是。怎么了？啊？没事，我想。也这么客气。哦，德福。你忘了呀？啊、能吃吗，老铁？哇，彪哥，这个是谁？吕布好像一刀砍死，砍了两个，他还伤害挺高的哈。不能吧？我靠！我当年背数字表就他妈的跟我一起，一节半语文课直接到我都叫你来下路来下路，你几天了？我单独行动，单独行动。我当年被吵死了，你我们班主任，你要当啥不跟车？班第一个，一夫兮为夫高哉？你们都是吃货吧？夫道难，难于上青天。还不信？还
还背不来了，复习一下。我听不到歌，你们听就好了。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，哇，天下当干你个益州不易，干你个大大刀哥。然侍卫之臣不屑于内，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，盖追先帝之殊遇，欲报之于陛下，称以开张圣听，以光先帝遗嘱的何时完事，恢弘志士之气，不以忘的。谢谢陆仪说的小兄弟，以色忠谏之路。谢大厨，谢谢陆仪，我的礼物。谢谢你们，表哥，你莫急，祖上路了。宫中别搞法语，我穷死了。我当年，我现在还没背到你什么的，只是好久，好久没复习了，复习一下，知道吧？啥念都可能，我这只是太久了，好多年了，没见过。清闲城，袁小人。此先案所以兴隆也，欺小人也从此。此后案所以打了一份三十分。先帝在此，没与臣论此事，为啥不叹息痛恨于横陵也？侍中、尚书、长史，这长啥来着？这长史还是长念啊？我操，嬴政这是秦哥。袭伐藏口，是不是？是吧？嘿嘿，我靠！青海李皮鹏，我又还记得。我跟你说，青海李皮鹏贪婪养晦懒啊，腊梅女归林流入亚驾该康泰凡诺猛铁古烈同心专者珍惜休克啊，啥来着？哎。为啥他们的那个船能传到小平上？他们升级了，啊，升级了，等级高是吧？他有那技能，把线带过去。我那个孩子长大了，再也不是小孩。我已经不记得了，我完全凭感觉，直接就想说啥说啥。我还没闪太好，这不，我操，都上一波了。对面挂机了吧，我感觉都没什么压力了，现在中路高地都被这个礼物给干了。拿了，你再叫一个。随便卡了，凉了，卡了。我没卡，我现在有伤害了，我。随便。哇，这个噪音挑起我来两下就没了。龙之标他打边路呗。成本不一，躬耕于南阳，苟全性命于乱世，不求闻达于诸侯。先帝不以臣卑，战争叫什么名字？给我发过来。伪自枉屈，臧固成于草庐之中。资诚以当世之事，由是感动，顺许先帝以驱驰，迫之倾覆，受任于败军之际，奉命于危难之间，而来二十有一年。先帝之诚谨慎，我找到了。故临崩继承以大事，受命以来。哎，开车了啊！这是广仔吗？这个啊，这是广仔吗？阿哥，是的。啥名字？树叶幽叹。要不配合一波？没有读错，就是这样。我来了，没事，我顶得住。谢谢小德，我送的好车，谢谢你。其实。你都这么好，我都感觉有点。搞起搞起追。快快快，冲进来，让他背一个回来。啥？就是树叶幽叹。那我。追，我骑马。版本不一样。别扯。快冲，这么一波。那
我们连手残的来中路，对面就玩你。我说我读的咋有点不顺口呢？搞了半天，八寸不一样。我现在快存上了，爆表了。虽然你干15，但是伤害还是可以的。这个虽然你干15，伤害还是挺高的。啊，哈，桃花源记，走。我跟你说，桃花源在我们家那边，我当年也背的。啊。我要拼动画表吧。哇，不要可以啊！我肯定杀人了，杀人了，杀人了！不要拼。我高中都在桃园一中上的，湖南桃园。啦啦啦！不要上了，好多钱。中路，中路。来了，走，来中路一波了，真的。常德一中我也上过，桃园一中。你这个技能可以按用来冰冻人，就刚刚那个。可以用一吗？对。啊、哦。就跟我刚才打冰冻人，冰冻人控好几次。哎，我能把自己冰起来了。对啊。那个可以用，我这个伤可以用。对。按一，你把药物换个位置。我一二都能用。我早就不告诉我。搞不搞？好，我先吃伤害，你再往后面，我稍微露一点。人有个，别发了信号的。你要马去了吗？好吧。不用大呀。我进了。我再进来呀。咋排不进去啊？我昨天咋排得进去啊？不能，打不了了，这个打我，看见了。好走了，表吧，没走。好，我给他朋友。哇！啊！哇！谢九儿送的旋转木马，你今天要旋转起来了，老铁。你们都是有钱人吗？你是在跟我说扩散影和探井底，还有一个什么？三影是吧？三角函数是吧？我不太记得。这种游戏不是要做一万多的呀？能把牛打死下去。谢谢总统送的爱牛，谢谢。我快成长了。我数学当年我杀了两个人了。我他们又中了一波。不是广仔，我们那边就这么叫的。看见他90度是吧？等于一是不是？这么等于一，我都还记得，我跟你说，我数学动不动都是满分，你知道吧？对呀、啊，150。我抽到装备。我要抽到装备就无敌了。勾股定理是不是那个啥345来的？不太记得了。哪里看属性的？上不上？啊？哦，那就是探井里451。哎，忘了。你法强多了。哎，那就是45。中路这个赵云要搞他，我感觉。他当时他不一个人。来来，等我，冰冻他去。来，你过来吧。冰冻了，他出关真的冰冻。装逼，难受。上了，我也冰冻。哎，你冻住直接了。对，就是要冻住他。我跟你屁股后面。哦，勾三股四，旋为五。哎，我们老师是这么说的。哎，我想起来了。好久都没复习了，你。几年不接触，直接就傻喽。中路要不？走去中路。又是一个以前的朋友。来中路。来。我来。嘿嘿。得。动几秒？12秒。我可以，我也去冲哎。不会有几秒？
我已经。那你先去买一包，要不？耶、我当时好像被他捅了。我还中了。来，我进山了，我进山了，看到没？你有看到吗？你咋凉了？有对呀、他就给你这样一夹，夹着吗？夹伸手，我操！夹着就直接凉了。哦，妈的又是我！妈打野吗？我记性不太好啊。那你玩不玩？我只是抢背比较厉害。给我弹性吧。谢谢团子送的金泡泡，谢谢，谢谢你。蔡老板就搬掉了。哦。哦。对啊，我们是三眼梁。哦。谢谢，欢迎各位。哦。我数学啥都好，不知道还要让别人安慰一下。我当年数学没有弱点。不知道。我就偏哥哥，我就英语不好，啥都好。我英语想及个格都有点难。及过格好吧？我英语，我跟你说，我英语只要考个90多分，我那总分都很恐怖的，对吧？我换台。这段音乐想来调我一下。中路能来不？旁边。啊？我那都忘喽，哎。两个都打不过了，凉啊！这个船有点开不明白啊！枣子啊，我放在中路看看。湖南的考卷和江苏的差不多，好吧，都很难的。湖南那边考的也很难。我刚刚走的时候，上午跑到床下了，我开上几百，我听起来就怕我输。拉满的屁死。船长证是买的，是买的，买来的。我们在排位啊，在排位。你会开船吗？幸好鞋都不要。你会开吗？你会开吗？如果你玩开船，那送那个船长证肯定是买来的啊。是想送你一个大桥的，结果就送了两个。结果弄你另外一下剑拿了吗？中路中路，谁在中路就搏了。来了，五零五零。我这太，发现一下我身上有多少钱？身上呢？啊？我鞋都卖了。我鞋都卖了。哎，冷静啊！中国，来，赵云。赵云，赵云搞的。他，我也搞，我也搞。还剩几个？